food coupons, a kind of voucher is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a specific economic period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evokes memories of a past generati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coupons include grain tickets, edible oil tickets, and meat tickets. During that period, all material supplies were scarce. Residents needed to use food coupons to purchase daily commodities like meat and vegetables. In the early 1990s, all food coupons were canceled around the country. 我叫楼俊年，今年74岁。我们74年结婚的时候呢，这有好有意思了，肥肉熬成的油，熬成油，纱布，在地油，骨子里要擦一擦。我叫张彩珍。 六一年的小时候买那个鱼，发的鱼票，我去排队，刚刚排到被小偷偷走了，我哭得要死。天冷嘛，土豆，烧个饭钱，白点卷心菜炒一盆。那个时候待遇很小，只来和那个饭的人。到八十年代，我们的家里条件好了。七十年代呢，一个苹果四个人分。到八十年代呢，就一半，有时候晚上嘛就上一个。对，到了八几年已经翻掉，好像不稀奇了。休息天嘛，家里菜好丰富了，那个颜色看上去也好了，小孩吃起来好有口味了，条件好了嘛，看到他们喜欢吃的，没尝过味道的都给他烧。有的时候还买个烧菜的谱，我自己看了学着烧。在九二九一年的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票证用的不多，93年票证都取消了，都开心了，啥票都不用，市场多了，本来超市嘛总归想买一点食用品，不可能买蔬菜的，后来变成蔬菜都在超市里面，你能挑挑拣拣的，超市怕有半成品，微波炉一转也行的，改革开放了样样都多了。 条件就逐渐好了，那吃的东西就不在乎啥了。90年代末呢，饭店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进饭店就是去吃那个肯德基什么的，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和我女儿一起吃，真的是好吃得来，讲不出，形容不出。小孩生了，我们生了，逢年过节，有时候不想烧饭，啊，上饭馆吃吧。 现在条件好了嘛，不像过去啊，好像一定要买点荤菜什么的吧。那呢，荤素搭配吧。我们有时候呢，买一条鱼啊，两个清蒸蒸，烧个汤啊，炒个蔬菜。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像我烧给我女婿女儿吃的时候，那个鲍鱼啊，那个烂鸟虾啊，再怎么的吃总归是吃得起的。现在条件好了嘛，脸上露出笑容了嘛。